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神奇的守护神，今天的大树幼儿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还是俺聪明，把蜂蜜藏在空地附近的树洞里了。熊二，一会儿把蜂蜜给大家分享，咱们一起吃。好呀，熊大熊二。你们看，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等等啊！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，你怎么摔倒了呀？被这个小土坑绊倒了。嗯，俺都填了好几个了，咋这还有呢？俺们把它填平吧。嗯，好了。哇，罐头墙！给俺看看你拿的啥好东西呀？这是我爸给我买的小人书。森林是森林守护神。森林守护神？光头强，这本书都讲了啥呀？别急，等大家都到了我再给你们讲。走啦。等等俺们。熊大快来。俺来了。我传给我。熊大接球。光头强，熊大，俺去拿藏在这儿的蜂蜜了。熊二，快去快回哦！光头强，咱们接着玩。好。光头强，等等啊！嘿，传给俺。看这儿。嗯，吉吉毛毛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吉吉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是谁把本王子种在树丛里的小花都压弯了，气坏本王子了。啊，毛毛，你为啥伤心呀？对呀，我家门口的小溪总是飘来垃圾，变得又脏又乱了。熊大，熊二，熊大，熊二，你先来坐下。熊二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跟俺说说发生啥事儿了？俺藏在树洞里的蜂蜜不见了。别哭别哭，熊二，回家把俺的蜂蜜给你。小月亮，小月亮，你身上怎么弄得这么脏啊？我来的时候摔倒在积水里了，现在还疼呢。啊，熊就要有个熊样。大家不要不开心了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我讲的故事里面有一位森林守护神，他总是神秘的出现。森林守护神，他默默地帮助森林里的小动物们。光头强，他能帮俺找回蜂蜜吗？能啊。真的？那地上有坑，他也会帮俺填起来吗？会的。被弄乱的小花呢，他也会扶起来吗？当然会啦。那小溪里的垃圾呢？还有能让我摔倒的积水。守护神都会让他们消失的。
哎，守护神好厉害呀！光头强，赶快给俺们讲讲守护神的故事吧。好，好嘞。书上还说了，只有做了好事才能见到守护神。好想知道守护神长什么样。俺也是，俺们都想见守护神。不过，俺要做些啥才能见到守护神呢？俺要是把森林里的小坑都填上，守护神就能见俺了吧？哎，好漂亮的蝴蝶！小蝴蝶，别跑！嘿，啊！哇，好多花呀！哎，这些一定都是奇迹中的小花。没有提示牌，很容易被人踩坏的。要不俺来帮吉吉做块提示牌。好了，这下吉吉的小花就不会有事了。哎呀，还有路上的小坑，赶紧去填一下。这些坑都已经被填平了，这一定是守护神帮俺填平的。太好了。不过守护神到底长啥样子呀？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小鸟，小鸟，请问你看到是谁填平了路上的小坑吗？那个呀，我记得还有一条大大的尾巴。谢谢你，小鸟。守护神还有尾巴？守护神，明天幼儿园见。嘿嘿，本王子把它填满森林，明天一定能见到守护神。嘿嘿嘿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守护神要见俺了，太好了！熊二，熊二，熊大回来了，快看，守护神帮俺把蜂蜜找回来了。你见到守护神了？没有，是小鸟告诉俺的，还说它有大大的耳朵。大大的耳朵？看，俺还有守护神的邀请函呢。俺也有，明天一起去见他吧。好呀，守护神，俺来了。去哪儿了？守护神，守护神，俺找到你了。熊大、熊二，吉吉，咋是你呀？俺还以为是守护神呢。守护神，你们怎么知道他会来啊？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我们收到守护神的邀请了，你看。你们也有呀？俺也有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等等，先让本王子看看。吉吉，你不会自己没有，想拿俺们的邀请函吧？什么呀？这些邀请函都是本王子写的。啥？原来不是守护神给我们的邀请啊。不如我们去找守护神吧。可是你知道守护神的样子吗？俺倒是听小鸟说过，我记得还有一条大大的尾巴。帮俺填小坑的守护神有条大大的尾巴。熊大，我填小坑的时候没有看到守护神呀。是你填的小坑啊？对呀。大大的尾巴，原来给俺填坑的不是守护神呀。不过我听小鸟说，帮我清理水坑的守护神有个圆圆的肚子。圆圆的肚子？不对不对，清理水坑的是俺呀。熊二，原来是你清理的呀。对呀。熊二，熊二，你有没有见过守护神啊？没有，不过小鸟说帮俺找蜂蜜的那个人有着大大的耳朵，会是守护神吗？
大大的耳朵。那个是我毛毛，是我帮熊二找到的蜂蜜的。不过帮我清理垃圾的一定是守护神。是我清理的。什么？熊大，帮本王子竖警示牌的是你吧？小鸟说屁股圆圆的。原来没有守护神帮俺们呀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对呀。俺知道了。原来俺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守护神。我也明白了，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我们大家都是守护神。对对对，俺们大家都是守护神。我来啦。你们快看，这是守护神给我的邀请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举手之劳帮助他人，俺们就是彼此的守护神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喂，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呀？你们快来看呀！是啥东西啊？你们看，哇！方特东方神话，一个有故事的乐园，有过山车。好惊险，好想玩呀。哇，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。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向前。